神奇来卡兹来。好，等会儿我先出去。哎，走真好，我们又醒了。今天我们要去 4S 店去修避震，这边一醒来还是那几台房车哈，有人在玩无人机。一大早醒来我们就要去 4S 店去配那个螺丝去，昨天打了电话，他说他那边不知道哪个螺丝，也不确定有没有，我们过去再先看看再说。这种螺丝应该不是常用螺丝。找到上汽集团，在我们的正前方，上汽集团应该就是那边。导航还挺准，直接带我们来到了 4S 店。这边全部都是汽车城，全部都是 4S 店。上汽大通 4S 店。啊，这里停了好多他们房车，这边看来是房车维修售后的地方，维修入口。这有这么多大通，证明这个螺丝比较好找。咱们是那个说是那个后避震掉了颗螺丝啊。对对，咱稍等一下，因为现在驾机上有车，咱们可以先停一边啊，等那车出来让他给你看一眼。行，好，我们到达上汽大通。这边呢修的房车比较多，我估摸着是过来要排队的，全都是房车。那个螺丝从后边就能看到。行，你上来。嗯，不用把车抬起来干嘛。行，稍等一下。哪个螺丝圈？你从这儿就能看到，看到没？那有个避震。你这不减震掉了吗？对。这不是螺丝的事儿。这啥事儿？是那个后桥顶上，是它是一个它是一体的一个杆啊。它这个杆折了。那这怎么弄的？换呗。要么是换件儿。啊。但是焊的话不一定有那工艺。那不要焊。那只能是换件儿，换件儿主要是咱库房里没有货啊。啊，就是那个没件儿啊。对，昨天我就跟姐说了，也查了，他这个如果要是说不焊的话，应该是跟后桥一体的，那就只能焊了呀。这个应该是跟后桥一体的。啊，哪个那玩意儿是吗？对，它不是插的跟螺丝的吗？哎，不是，它这是那啥的，它是插的个螺丝，然后那得取螺丝，折里头了，还得取螺丝啊。然后换个螺丝，把螺丝取出来，换个螺丝就完事儿了，是吧？但是得配螺丝。啊，就是我就是说这颗螺丝，嗯，看你们有没有拆车件的呀，啥的都行，你只要能拧上来。没有，没换过这东西。要不然就是你去找一个修理厂带地沟的，带地沟。那去哪儿找去呢？啊，这修理厂海拉尔倒是不少。主要是他这个螺丝只有你们有啊，他们去哪儿给找这个螺丝呢？这个螺丝我们也得是现配。啊。听师傅。啊。我们也得，你用千斤顶把两边顶起来吗？顶是能顶，而且还不知道那个螺丝好不好取呢。你先弄着给他取呗，你得看一看，至少你得看看它好不好取嘛。这玩意儿翘起来点人就能进去看一眼总行的吧。这上汽大通这售后维修让我去外边去修去，让我自己去找螺丝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换这台换这个底盘的车啊，就是一遇到问题，像这种不赚钱的生意啊，他们就不想赚，换个螺丝估计花不了多少钱，但是费很多事儿，所以呢他们自己的车都不想修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把螺丝弄出来之后重新卡个螺丝进去就行了，任何一个小修理厂都能干掉这事儿。但是4S 店不管他们自己的车，找各种理由说干不了，一会儿没地沟，一会儿架子抬不起来。我看他最后会让我去哪儿修去。从这边是可以清晰的看到上面那东西没断啊，但是刚才那个师傅过来之后看都没看，说要换上边的这个东西，卡断了，然后自己趴下之后看了一眼说又不是了。我们来
等待看他怎么解决这个事儿。咱这块整不了啊，因为我们嫁机支不起来，你这个你千斤现在就是。那你们的车你们自己修不了是吧？意思就是这样。它不是，主要咱这车你要正常的话没说，你要是就像普通 V80，咱嫁机能支起来都能给弄。现在主要是嫁机支不起来，你支不起来，你现在千斤，你像咱车4吨多重，你这。任何一个轮胎垫的千斤都能把这个举起来，你们这儿没有东西能把它举起来。有千斤，现在师傅说你举起来，首先你这个螺丝是在里面，他不知道怎么能给你，首先一点他得先给你研究怎么能给你拽出来，然后拽出来之后我们这也没有这个螺丝，还也得去那个上海尔去配去。行，你们要觉得这个理由说得过去就行啊。看到没，这个 4S 店呢先换一颗螺丝麻烦，然后是各种理由换不了，他们这儿一会儿没千斤顶，一会儿没有嫁机，这就是上汽大通的售后。我们去找一个小修车厂，咱们看这事儿能不能解决了啊？我们现在给上汽大通打一个电话问问啊。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。喂，你好，我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哈，就是我现在在呼伦贝尔你们上汽集团的这个 4S 店这边，然后我这个车呢。是因为这个后避震掉了一颗螺丝，但是呢你们这边这个 4S 店呢一直在给我推脱，说反正毛病各种乱找，就是一会儿说这儿断了需要换这个，一会儿说要换那个，但其实就是缺一颗螺丝。后来那个师傅他自己确定也就是缺一颗螺丝，然后呢他们说他这个螺丝换不了，让我去其他地方换。我就想问一下，这个你们这个自己的车自己不修，然后让我去其他车厂换是什么意思啊？谢谢，这么了解了，确实是非常抱歉能给您带来不便了。先生，请问怎么称呼您呢？您贵姓？我姓李，木子李。好的，他叫呼伦贝尔永红上汽大通 4S 店，永远的永，宏大的宏。谢谢，这么了解了，确实是非常抱歉能给您带来不便了。您此次来电的要求或者是诉求，请您明确告知一下。我现在诉求要求像是你们，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自己的车是不是自己都修不了，需要去外边去修去，然后现在这个服务站的人态度特别恶劣，你知道吧？谢谢，证给拿行驶证，行驶证没了。他们这边就是说一会儿找问题，我这个东西很简单，一个避震上的螺丝拿下来，然后找个千斤顶一换就完事儿了。但是呢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他们这儿修不了，没有千斤顶。一个修车厂里边会没有千斤顶吗？一个 4S 店。这边已经问你有时间了，上了通了解之后，也是会尽快接受您反馈的，而且您的够耐心等待。您这边的话，是否还有其他要求需要补充的呢？没有。嗯，多谢这边了解了。那感谢您的来电，祝您生活愉快，工作顺利。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好，我刚才把行驶证丢这儿了。我们现在找一个修车厂，看看这玩意儿能不能，别人能不能修了。他们上汽大通 4S 店自己修不了。来找一家这个小的汽修的地方啊，咱们看这边能不能修了。这还是个依维柯授权，我天。师傅，帮忙看一下车。后边的那个减震螺丝断了。啊，那行，哼，那师傅看一下，这依维柯的服务态度还真挺好的，这比大通 4S 店的服务态度还好。啊，螺丝折了吗？对，螺丝折了，要把那个螺丝取出来，然后再塞一根螺丝进去。我说你这车后面护栓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啊拉不住啊，它那螺丝好取不取？哎呀，试一下子呗。行，试一下子好不好取？好啊，看你上那节目取决于你上那节目。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我们在这边修理厂找到一个地沟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到车里边来看一下。果然就这个螺丝啊它直接干断了，然后外边这头呢是掉了，现在就是尝试把这个螺丝取出来，然后再塞一个螺丝进去里边就好了。其实这个东西、啊、并不是什么难事儿。你看那边没问题哈、啊，那边是好着的。我们的底盘下边加强工字板，是吧？
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就是这个螺丝有问题，其实是小事儿，但是大通 4S 店他嫌修这螺丝啊不赚钱，他就说他修不了。哎呀，这怎么能修不了？可这修不修？